这些全都不对，擦了吧。怎么了，怀民？还有进一步计算的空间吗？这些全都不对，根本不是什么可行性方案。加强型原子弹的理论模型，尽管其中伴随着热核反应的产生，但是不可能成为当量足够大的氢弹。同志们，我有一个当量值能到300万吨的方案，大家要不要听一听？ 这样算下来，最后的当量值一定能到300万以上。以这个模式为基础的，其实参数就不对，太大了。不可能吧？那个参数我检查过好多遍了。第三组常数，你这个小数点点错了，数也不对，后面结果再回还也没用啊。 常玉强同志，作为一名科研人员，严谨是最起码的素养。如果你想成为一名合格的科学家，恐怕首先要提高的，是对自己的要求。怀民，小张只是一个实习生。再说了，这个演算过程当中有失误，那是很正常的事情。至少人家的态度是积极的，对吧？ 说话别太重了，同志，10个演算本，然后外加1条毛巾。10个演算本，1条毛巾。毛巾家里有，要2个香皂吧。水宁。 你怎么在这儿？今天刚接到后勤部的通知，我就来上班了。这种工作会不会委屈你？为人民服务，在哪儿都一样。你的觉悟高，为人民服务，在哪儿都一样。